关怀的工作啦，是关怀创那个协会，现在也当证券顾问。那过去
是我妈妈失智，我那么想都想办法要怎么来协助失智的长辈，啊，这些长辈走了，现在是下一次我失智的话要怎么办？这样就是我长辈的问题啊，我现在变成底下的长辈，然后万一我犯了失智，我要怎么大概是这样子。还借此谢谢我们秀峰中长，还有这个郑波这几位很热心的我们的中心啊，还有运气大哥姐姐好多热心推动啊，这个武士的这个新安堂的协会啊，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受邀来参加了啊。啊，秀峰大姐啊，我就简单介绍到这了，谢谢。好，谢谢我们的中长啊，我们的局长，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请我们的吴瑞颖中长好了。
新竹给他二十几个，然后有没有一个冬天爱喝酒，喝酒的一个冬天大概有40-50岁，他去喝了完以后领了一本族谱，放回家就是往茶几一摆，一个字都不看，然后他的媳妇，这个好媳妇，看到了之后就高兴不得了，赶紧就打电话给他老婆，哎，我们不是有毒。那个晚上，她的老公回来之后，因为我还是怀孕，把我的资料给清楚，我没有把握把毒处理好，后代要骂可以找到我，所以我把这个我是哪一行的后代，至少来的时候免写下去。晚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是国瑞吧？你为什么是公孙公的后代？他说我还是。然后我们到底哪里人？我已经全省都调查清楚了，都怎么会漏掉这个人？啊，他说他是土匪。然后我们礼拜天不要走啊，到你家。下面真的，啊，来台应该是5个。然后2房没有结婚，剩下1房就是我这一台，我以为是3个人，结果他是另外一个，多跑出来一个，再跑出来，被我发现主牌都出出来，连我来台的父亲名字都有，这是大错哦！我不是我去找他，他来找我，哪有这样找我钱的？有这个机会吗？不可能，这不是。是不是祖先把你冥冥中把你引导得到这个后果？那这是说重点很重要，对不对？那族谱，我觉得假使我们这个会成立，希望把这个我们这个文化，这个家的文化，这是属于文化的一种啊，要想办法做出来啊。另外一个故事说。我的隔壁邻居国中3年级，学校就有这个课，叫学生你回去把你爸爸祖父、曾祖父写的最多的成绩最好，然后一个邻居不自信，啊，他来告诉我，他说我这个孙子生气，是我的亲，他回来问我说祖先怎么丢掉，啊，我说不知道，让你爸爸。Yeah.
真的第一次要让他们带动，下次我们都要推到幕后，包括我们的政府学长。我在想说，我们从古武义美当立法委员下来，几乎武家的人从来就没有从政，也没有人跟我们发声，所以我们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以后，我们你有不是中经会，人家民意代表才会谈到这个地方，任何地方他的选举根本没有以武性中心的存在的价值。我们又有什么其他的？在中心来讲，不分贫富贵贱，通通都是上面是骨子头。那这个，我有一点点意见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等一下请教起来。古市桃园市古市西南堂慈善文化发展协会跟中青会，一般来讲，我们过去所有的社团的补助呢，两万块以下都是由区长各区区长负责，两万块以上，过去的市长就招待你进去，你居然是要六万块，不管你说什么要什么政风宣导啦，交通安全宣导，最多区长是核定你两万块，那市长那边六万、十万、八万，通通要市长一把抓，就会上市长的手。所以股市中青会那单纯，这是我们股市中青会。那多了一个慈善文化发展协会，跟我们中青会又有什么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很挣扎。股市中青会就是我们股市中青会，或是股市中青会，这是我的意见。就是也应该试试把潭口，我们都是大股的潭口，潭口比较大。我们试试给桃园市的新安潭股市中青会，或是桃园市新安潭，把新安潭。现在前面谈过，在我们新市前面，要股市中心会还是股市中心会，或者是说，如果慈善文化发展协会，是不是如果先股市中心中族发展协会，文化发展协会，也是不是更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我还是股市中心，或是中心文化发展协会，是不是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我们所谓市政府社会局？补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需要如果做一个研究。只是我所要提出来这个面向的问题，单纯就是股市中青会，像安友会讨论好。那有没有列掉？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这个会费的问题，要多少钱？大家会不会嫌得多，或者嫌少？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社团就是任何社团，一件事会一年、半年就一定要举办一次，会员大会一定要举办一次，要报师傅都费，否则就像我们过去。过去的桃园县主席会就会被撤销掉，所以这个我们这样的会费的问题。另外，职务捐要不要职务捐？我刚刚有稍微跟讨论了，你那里是监事啊，也许你付出的多，但是有人讲说那更应该回馈我们才对。我认为说是不是有职务捐？比如说理事长要多少钱，或是当理事多少钱？就是当一般来讲，选上理事或理事长或是常务监事，基本上他都会比我们会员。一般来讲，都可能会自己多一点点。像刚刚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有乐捐这样的一个意义。刚刚我看了也2000-3000的一个乐捐，不然我们的经费怎么样一个运作，可能等一下要好。好，以上啰啰嗦嗦报告来说，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中党意见哦。我想刚刚提的，等一下我们会员大会，我们还有都有讨论哦。那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我们的建奇董事长啊，给自己简单一下自我。啊，吴瑞雄，还有我们的这个长官啊，小弟吴建奇啊，在彰化长大的，以前五岁考试都有进场啊，一直来给奋斗一年。那目前是多一次哈港会理事长，中国国民党啊，也哈港市委会副主任委员长，也交给了副委员长，绿营是我的副局长啊，副分局长，还有那个交给了吴万福啊。要说原住民区哈，当处长，现在20+警戒之光。那小弟是历任台北市警察局啊，那个民防大队长，现任地检副大队长，以前那个是不是两个啊？那今天很荣幸啊，能够参加普信中心会啊，我们开会啊，第一次的筹备会，向各位长官啊，各位中心中长啊，这个要多多跟你们请教啊，祝今天大会能够圆满成功。好，谢谢我们的建奇董事长。我们一样，每一位都读一下哈，自我介绍。各位董事长、主席，还有主持人，还有昨天有个大概来一下，长这么帅，大家来，大家叔叔，哥，小伙子好，我
介绍一下姓名，刚刚就哪里，做什么，做什么工作，稍微讲一下，让大家彼此认识。哎，我们秀奎总长，简单就好。秀回增长嘛，因为我跟主播讲话，来，叫我们美珠姐姐来。各位长官，总长，三十四世，来自大家庭。
退休下来两天，哎，好，谢谢大家。34，那怎么跟我一样？各位同意是啊？不是来台，不是来台，来台组一下，来台组，来台组，那么多钱啊？别的人，好，我想说一排一排。大家好，我是部长。大家好，我是35世的永居，我是八十是社会主义，那是现场消防啊，我来办改，我来改改造办公用改改的，我这里开始请啊，开开个办公室大会是什么职业？好，谢谢董事长啊。那我们现场呢，来一位啊，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郑淑芳郑议员啊，来，我们是掌声欢迎。那我知道你们都要赶行程好了，是不是给大会？我昨天的名字在前，我们勉励一下吧。这边全部都辛苦了，没关系。来，跟我们勉励一下。我们杨梅最年轻的议员啊，就是方正勇。还有我们的这个副局长哈，还有我们的秀峰，谢谢我们的前辈哈，这个都是地方上的大佬哈，还有这个企业的长官哈，这个我们总会长，我们小组总会长，然后现场看到很多哎。的优秀人士哦，那我想今天是刚好经过你们这个成立大会哈、哦，特别过来关心自己，当然也是带着学习的心哈、哦。那也看到我们府乡的人才济济哦，非常优秀。那这个成立这个协会都是要靠各位大家共同来努力哈、哦，一起破题啊，破题才有办法把协会做得更好。那我想这个那么多有心有才的人才来带领哈、哦，也祝福我们这个协会成立圆满顺利哈、哦。那更祝福各位好朋友。对地方上支持，对我们很多民意代表的长期的关心哈，那我们会跟着本人哈来贡献一己之力哈，这边祝福各位，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最年轻、最漂亮的郑淑芳女士，要不要留下来奉陪你吃饭？好，不用客气了哈。啊，我顺便介绍我好兄弟哦，张家福站在后面。会长哈，对，会长，志豪，淑芳，谢谢啊，淑芳议员哈。那再请我们的中长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各位总长，各位长官，我叫吴万福，39世。刚刚在那李建前讲说，我是吴兴的酋长，也祝你酋长。为什么会来参加呢？是中心会来讲我的身世啊。淑芳，因为我父母亲从小离婚，祝你高票当选。中立的人呢，进车搞新车那边，那我妈妈是父亲亲。父亲去太雅族的，我从我出生就在那长大，到当兵之后我就去找我爸，后来我爸爸认我这个我儿子回来哈，罚我写五张那个家谱啊，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应该是肯定要这样，五父一母的兄弟，要叫做摄影师，懂这点的，你要各写明白。大家好，本人是五
双字叉，哦，宝贝的宝，34处，很高兴哈、哦，今天参加我们桃园市母姓新安堂慈善文化发展协会第一届居士会议来参与。哦，本来我是要出去旅游的，刚好这个还回台风搅局了，让我的行程啊破坏，结果没有去。今天才有专程来这边参与这个盛会，希望我们五市五社大家的团结啊！谢谢大会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顺利，谢谢大家。哦，这样吧，哎，对，是的，他应该，哦，谢
啊，我们的李嘉欣，李嘉欣啊，李春忠的爸爸，那就李春忠，李春忠啊。希望全期当选以后
建设我们的杨梅，建设我们的新屋。第二选区跟大家报告一下，杨梅全体比较熟悉，大家都要比较熟悉。可是第二选区包含的观音、新屋、大园、观音、新屋、台南、百康、台七大、红天六，哈、哦，有亲朋好友帮我们拉一下票，我们一定会更认真、更努力来做。拜托大家，一月十三号上全体的后援，好不好？好。申公台七大号，也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在场的我们好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顺心。申公台七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的电视议员的夫人哈，百忙之中特别赶过来。他很快还在路上。好，请他会赶一下。我们中午的吃饭。那所以我们会议继续开始。他等会儿。这里面有新观音大园都有、我们第一次筹备会，我们慢慢还在增加人数。谢谢。带笔来又给我带水。要一定要的好朋友，香港的，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未来的土匪哈，高票当选。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哈。然后，如果到最后没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建议送到那个社会体系，或是社会体系，这样子就比如说等明年的时候，再要开会员大会的时候，再来做一个修正，就会比较完整，好不好？好，那针对这一条，那在这个同时的话，我就要把几个这个要选一个委员，看要几个人啊，把它找出来，好不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刚因为会长说，因为过去的一个性中心会做得不好，好像还存在的那个阴影底下，让我们好像说，这其实你已经讲是这种立案。好了，我们这两天我们就开了，好不好？今天礼拜二，那就看礼拜四哈，我们等一下商量，吃饭的时候商量。对。啊。我们差两个小时了，要骗我了，有内定的东西吗？对不对？好 ，OK， 好，那就这样，那就暂定这样，反正都好、我们就授权他们七位把这名称确定好，我再来送建交，我再来送市政化，这样子会比较单纯的，好吗？好，那接下来继续，对不对？我们还有章程要修改的是民间地。参与一下第五页哈，我们第一个十一条这个民间师的任期，我们原本送十个的，好 ，OK。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大会主席哦，这个我们古秀峰，我们主任委员哦，也是我们的应该是我们村里市长啊，那我们古建奇大队长，还有古局长啊，我们这边有很多看到这古家哦，真的是众星云集哦，那我们今天所有我们。新三堂所有的中长中少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那今天呢是我们今天这个成立大会，那最后到底是五信中青会还是我们文化慈善文化发展协会哦？那刚刚也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我们非常资深的我们的局长在这边哦，一定会带领着我们五信哦，让大家所有的章程所有的。议案哦都会步入正轨，那当然，其实将来刚刚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这个责任的各方面的问题啊，现在其实经营中青会、经营社团哦也都非常辛苦，那都是靠大家哦出钱出力。那当然，如果单就中青会的部分，可能补助方面比较会有一些限制。那但是如果有慈善文化协会的方面，可能争取补助方面会比较宽广。那但是还是尊重大家的意思。那当然，将来如果有需要争取经费，全体在边哦，也全力的来协助我们古信所有的中长中少，大家来争取我们市府还有我们中央各方面的补助。哦，因为刚一进来哦，看到我们古信哦里面哦众星云集哦，因为我们古秀峰我们的理事长，那全体在竞选的时候，他也是我们农民后援会的会长，然后邓淑仪就是夫人哦，是我妇女后援会的会长。哦，那古建奇这大队长也是我们清晰的长官哦。那小虎更不用讲了，大家都是同在的啊，志豪，我们基友站长吴锦章啊，李长哦，还有主任，还有阿顺狗妹丽丽，还有我们义香，我就说哦，你看连我们古英锦啊，古大哥哦，所以还有 Google 哦，我说刚刚一进来看到，我说这个中青会哦，这个成立大会哦，实力非常坚强，可以说把我们。然后各社团的所有的精英分子都聚集在一旁。好，那全体当然刚刚也讲一下，就是从之前的选举一路以来，也感谢像我们秀峰理事长，还有在座这么多好朋友，
给全体的支持。那这次有机会来代表国民党，代表我们地方来参选这次的立委，也希望我们五家也能够给全体继续支持因为我丈母娘也是五家，到时候也请我丈母娘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新中青会所以大家都是有渊源的。那尤其一路以来之前选杨梅的议员的时候，像我们上天里这边很多股家，我们股紧张也是我们上天里丈母娘也都是这边老饭店的股家，也都给全体很大的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立委的选举，也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共同为杨梅的地方来共同来打拼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携手一起共同为我们地方的建设、乡亲的福利来努力。那尤其我们这中青会的成立，也是希望把我们中青大家的情感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希望将来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那这边也祝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第一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圆满成功，全体在内来跟大家来很多，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生活开心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监考机议员也是这个议委然后这个设立高票当前扩大服务这个层面我们先祝福大家一起大家也谢谢你今天的莅临谢谢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委员今天提供我们笔跟水谢谢你等一下有空留下来吃饭。那我们进行下一项我们的选举先举的把选举要不要先给大家报告。好，那我跟大家报告